心所爱的人。为着阮的名誉，阮无可能安尼就准不煞，所以小等下记者会结束了后，我甲天成的洪董事长，阮会对李委员不实的指控去法院按铃申告。我相信司法一定还好阮一个前边。骂谁必先报。妈，你是安怎一直要找天成的麻烦？刚刚你唔知影，讲话是爱负责任。拄才你院长已经出来开几只会，伊讲你若是唔是真，一定要告你。谁在意啦？弟弟哦，我今嘛阁是立法委员，我有言论免责权，你阁袂行啊？妈，你阁安尼舞落去，你要干啥会掉？人媒体是咧拼收视率，啊，你是咧拼啥？死狗，你立委若是落选，阁卡着这么侪官司，我看你要安怎解决？好啊，我拄仔为麦克遐转来。心情已经怪怪啊！你妈妈一转来，就安尼甲我细细念好啊！你根本就无需要去找伊啊！我一个查某囝，就爱白白互伊糟蹋咯。我去找伊理论，伊竟然搁甲我呛声，讲要甲我伫个银行超贷的代志拢揭阿查。我即马已经是一个头两只大啦。司法已经介入调查，到时若查到，你要安怎啦？你问我，我嘛不知道。去看卖是啥？那是记者哦，讲我无伫哦。是啥？不过问啦。请你来。不过问，小姐。免啦。几个月交代完，我就要走啦。真代志，来去走走。你不是讲过啊？好好要控制代志，不会爆料。老郑是真无欢喜哦。伊有讲，你若是将伊牵拖落去，伊会担心哦，将你甲有人的代志先逼出来。我无想要惹麻烦，你敢会用替我小问一下，我应该爱安怎做？出国去相片也是要风头嘞。那安尼我留意，唔免算啊。我跟你讲啦，即卖新闻啊，插起要从检调单位哦，跟你约谈，对你才不利呢。这利害关系哦，你家己想清楚。妈，我即卖拍算要安怎？要当安怎？我看，还是照伊所讲的，暂时出国去避一阵嘛啦。要唔过你即卖若是出国，就表示你做错什么啊？到时阵，要怎样向社会大众交代？你放心嘛，我会叫我的助理发一篇新闻稿，就讲我出国是为了要查遐彼岸的证据。若是等查到证据，我才会转来。我即马较袂放心的，电脑是你。我看你都要做回去啦。我无。妞妞，即马遮嘛无啥物会当互你所留恋的啊。归去，咱做伙出国，你嘛会当换一个心情啊！我免加冰，放下唔管。你甲即马搁咧想阿冰哦？你真是为了阿冰，要甲目屎流干，你才甘愿？煞煞去啦！我即马干那无闲，我家己的代志都已经够烦啊！我无迄时间去管你的感情事，妞妞，我出国无伫个，无人会当照顾你，你家己着爱保重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我先来看行李。天瑞贷款会向用法庭，是毋是你叫你阿约去买的？是啊。
安那，你的田宏田做烦恼。伊的代志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咱两个最主要的对手是田心。我是惊你去武家的代志哦，对咱无一定有利。王天佐是天星企业的要害，人讲共财共七寸，只是啊，若我讲落，天星企业无死嘛剩半条命。安怎讲？我即马咧怀疑，正经天雷伊搞买块麒麟地迄钱，根本就是天星付的。今即马天星的连带无过，天雷的钱路伊阁叫我斩断，我敢甲你保证，刷落来天星的资金运转百分之百出问题。安尼好啊，我著坐迄只准备看好伊就好啊。无可能，因爸仔囝早都变元首啦，所以王董诶，无可能提钱我做王天佐。爸仔囝诶亲情，这是天性，这永远斩袂断诶。你要信，我要着也好，要唔着也好，非得我着马友诶关系，正手拍天性，倒手讲天。死到这两边百分之百拢死到真歹看。到时阵，天雷周转袂过来的时阵，你就等银行把伊土地拍卖，再去抢过来，对不？完全正确。而且天星的工期虽然是延后半年，啊，不过连带无通过，同款是死路一条。姐姐，你有影是全世界上了解我的人呢？我是你的员工。当然要了解我的头家是在想什么啊！我即马讲的，那是公司的代志。我即马所讲的，嘛包括咱两个感情问题。姐姐，其实你是悄悄人，你真心错地，你若嫁了阮杜家，你会有偌侪荣华富贵？卡准你袂放心。咱来签一个婚前契约，好不？我今晚无想要讲这代志。姐姐，哪来？这代志，像你当的心情搁在捂住了。娘娘要离开迄阵，伊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，讲伊要好好振作啊？啊，大神啊！离开两工尔，还搁翻口经啊？我是想讲哦，带伊出去行行的，看伊心情，敢会较轻松袂？好啦，带伊出去啦。Allen 啊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大刚踮咧厝内，心情哪会轻松？有闲哦，就甲超哥过来坐坐。你介意倒一个小姐，我叫伊大刚陪你。恁今日哦，好好伺候少年党的，若是搁予伊出去哦，明仔载就免来啊，知无？知。你搞出去啊！夏连达，曹哥，我拿出去。夏连达今仔心情都不稳定。我嘛知影。阿唔过，伊的心情无好，嘛袂用来遮找小姐出气嘛。换一个较好小姐来。歹势啊，阮遮无坐轮椅的小姐。是嘞，我本身笑的。我今日带伊来，就是要让伊轻松一下。刚讲遮拢无一个小姐有手段会当安奈伊啊。我看，伊是掠狂啊啦。就算深入下番了，都无才调按来伊啊！你先去报应啊！我想着一个人，无得卡，伊有办法应付伊。什么人？伊不是咱家的小姐，伊伫个水管啦。水管？
啊，叫什么名？伊叫做嘉怡。艾伦对伊真有好感，你带伊去看麦。有甚物代志，你袂用甲妞妞讲我清楚啊？一定爱安尼捂住心肝来。为着我甲妞妞的婚姻，已经要结束啊。你即马是在后壁讲啥？酒醉啊？吼！我甲妞妞的出身差遐尼济，当初我甲伊做伙，根本是我自不量力。啊，人妞妞伊也毋捌嫌你啊，啊，你家己在咧乌白想。姐啊，经理讲有代志要请你过去一下。阿斌啊，既然来这心情就放下轻松，莫家己在拍死干。嘉怡，伊叫阿斌是我的亲戚，伊甲伊某有淡薄仔误会，所以心情无好，你替我甲安慰一下。我先出来一下。今天帮我平常在不？来，先你一块小汤啦。你无用啦。心情不好，就需要有人跟你开讲。若无一个人饮酒，会愈饮愈醉哦。我是唔知影你阿婆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啊，不过人甲人斗阵，拢是有一挂问题，莫想遐济啦。尤其有缘做阿婆，是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阮太太是研究所毕业的，我是高中无毕业，阮两个人想法甲观念拢差真济。根本就无法度沟通嘛。过来啦。其实我嘛同款啊。你跟我同款。是啊。我男朋友嘛是台研究所毕业，伊即马伫咧一个公司上班做经理，伊个头家嘛足器重伊个。啊，我嘞，册嘛差无偌济，搁伫遮上班，所以你的心情我会当体会。我会真有准，是阮太太最近搁和前方做伙，伊个条件比我好真济，我是要安怎甲伊竞争啦？既然伊即马嫁予你，就表示伊爱的人是你。你以后千万莫伫伊面头前讲这种话，那无伊会足伤心的。伊够顾虑我，真是蛮伤心。好啊好啊啦，你莫离遐凶啦。食一寡物件，心里较袂泡太去。超哥，你哪来家？好像会当来遮轻松一下。安怎？恁酒店的小姐会尴尬哦？无妨啊，阮少年党哦，介意恁遮一位小姐。是谁叫你有福气啊？伊叫嘉怡。嘉怡哦，好像不过伊真无人客了。超哥，行啦。都已经来啊，等一下不要紧啦。无妨啊，可以转台一下啦。麻烦了，先准备一件包新活纹啦，好。好，麻烦了。这个你卖恁遐凶啊！搁是你，在我家纯烧烧饮酒，对你那个交代过啦。这是阮阿公婆的代志，干你孙子来啊！我看袂出。安怎？看袂出？白起来告输赢！哎，你给我扣下！
阮收人见面哦，我呛两句袂过瘾。你徛在看啥？你袂啦？人家坐落去啦。我警告你，你已经跟了了无关系啊！我不准你，你全用了狗眼睛。无关系。你敢知影？伊住林台礼拜哦，我有偌幸福呀！迄拢是互恁逼的。你敢无看见？伊是心甘情愿伫陪我，我无假想咧逼伊啊。伊是看你无路用，才留伫阮家哦。你点伊？妞妞早就气嫌你啊！家你讲我唔知底个，江文斌爱面对现实啊！你无我的家世、甲背景，都两煞放弃这段婚姻啦！妞妞真正是一时糊涂，才会对你走啊！不过即卖已经后悔啦，虽然即卖阁爬袂起来，不过伊的心肝内，伊知影。我比你这个会行路哟，较有路用，较温柔体贴啊！你不行！好啦，我想你还阁做呢，臭啥啦？先去我办公室休困啦。我阁袂忍啦！啊，别忍，我陪你忍啦，行啦！拜托啊，行啦！等，我不饮酒。佳怡，你陪我。我可以现在赶来再经历一下。阿姨，我问你，阿斌现在点业代？你是不是喜欢你啊？你是阮家的亲戚，不是人客。店里的台，当然嘛是人客啊。伊今年烧酒醉啊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像迄种塑料顶啊，伊也莫参与啊。你的台，我甲刚来空，空转场。你是有啥物文员？伊用 BP 的伤大，酒量也无，唱歌受了后，阁唔知影珍惜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是笨手。夏连带，超哥，我敬你。叫我一人就好。平时嘛，我搁甲我结气，感觉我爱一个人孤孤单单。曹哥，等下经过妞妞的店，小停一下。少年党的，啊，这时阵店面休困难呢，这你卖管了。夏林当，回家。丹姐，本来想讲开这间店，我甲阿斌。想要有安定的生活，想袂到最后还是爱靠家己。你阿姐要创啥？拄好经过，看你袂少困吧。
你要一个遐尼辛苦啊！阿斌竟然无爱你，你为伊做遐尼多，敢有价值？艾伦，我已经照咱的约束，照顾你一礼拜，你莫过来找我好不好？我要提醒你，阿斌，你叫我最近的小姐，你也是好王八蛋，根本是酒外挂。我不相信。不相信？你当问曹哥啊？阮拄则才为酒后离开的，阿斌确实伫遐叫小姐。迄个小姐叫做佳怡，你若是不相信，下当去主管问啊，看我是不是玩弄阿斌。出去！相信阿斌安尼对待你看，金川的营业额为这礼拜开始已经在成长啊，有一挂大客户，我嘛已经慢慢啊慢调咧，所以免一个月，我一定把咱的业绩冲起来。爱记啊！咱金沙是上高级的酒店，你莫着华冈卖输，敢那酒价同款，素质替我小过的话，有一挂人客是为水外迄边救过来啊。那一挂傲客跋跋对咱这来，对咱有啥好处？哇，今日看起来心情较好。爸，你昨今日我拄到啥无？是啦，当然，阮拄着阿斌啦，伊竟然走去水外啉酒解忧愁。阿妞妞都甲放转去啊，但是讲要做啥？绝对是个冤家，若无袂走去酒店叫小姐，伊去叫小姐，而且伊阁想要拍迄个小姐咧。伊想妞妞，我都甲迄小姐抢过来。你甲人去抢一个酒店的小姐，迄个佳怡无共款。是啥物所在不共款啊？三条六金。原来你是来讲佳怡哦，赵哥，我无讲唔对吼。Allen 对佳怡是有意思的。这个小姐你也知影？当然嘛知影啊，都是我叫超哥带 Allen 去找伊的。Allen， 啊，那这个佳怡跟妞妞比起来，无人会当跟妞妞比啊。我这样吧，赵哥，来哥，你嘛看会出来，妞妞无伫的这段时间，艾伦今日的心情上好。那是艾伦甲伊做伙心情较好，归去啦，想办法甲这个小姐约过来。没问题。希望有人会用的好伊人，把妞妞放袂记啦。妞妞，阿斌哥哥，妞妞，是安尼啊，有一个代志哦，我要拜托你，你定要甲斗相共。什么代志啊？这天租向银行贷款的代志，本来是真顺利。结果阿姨甲杜甘知影交结，向银行施压，逼银行反悔。这天助卡出了欠这笔贷款，这银行的周转会出真大问题。我妈实在是胃口捏下不乱。所以我想要请你卡一通电话给阿姨，叫银行同意放款。现在公车已经上班啊。你甲阿姨讲，我会用口讲公道，撤销遐个诽谤的告诉。阿斌哥哥，不是我无想要斗相共，是我妈已经出国了。出国？哎，什么时阵啊？就银行的代志啊，是我送伊去机场。哎，是去倒位啊？就算伊伫国外，伊嘛是应该联络啊。其实我唔知影伊在倒位呢。伊即个出国，是为着要骗红头。骗红头？
伊就是惊爆料的代志无得收煞，所以才会先走去国外去避开。阿姨安尼是足无负责任的。我即摆连我家己的代志拢处理袂好啊，我嘛无心情去管伊的代志。你甲边个伫冤啊？我并无做对不起伊的代志，是安怎伊要误会我、糟蹋我？你先莫烦恼啦，我会好好甲伊讲。我无希望伊参像我甲小麦同款，有一寡无必要的误会，哪个无当做伙？水干呢？殿下，伊是水源的小姐，你较客气的啊！你怎个酒店？你得人陪人几礼拜？先做我明天小姐陪我。今麦带酒店的小姐回来，不了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斌，你有够过分了！你那是你的太太，你互相尊重是啥，你都唔知。你莫误会啦，是因为因离小酒醉，关凤姐啊叫我爱送伊回来。你免甲解释这么济啦，伊无资格管。我讲，你要离婚也是安怎，拢随在你啦！别，别去就笑。你的心肝内，爱人比我较重要，我是要安怎去坚持这段婚姻？海叔，我是单纯要送伊回来尔，无其他意思，请你莫为我冤家好不好？这是我家己的。你也等去，先等。你哭光点啦！别，到底是啥物事啊？你的女儿误会你这么亲？是我，亲目睭看到，你对爱人所在一切，你去加工。你是为着保我，才毒家的。我看你，每一件代志拢做甲真欢喜。甚至，你去替 A 人生想苦，啊，耍赖嘞！你是在靠啥？我根本不拉你！明了，敢真实？无对啊！伊家个所做每一项代志，拢莫搁录起来。我是龙王啊！走走走走！我会安尼做，都是为着你啊！伊在我做的代志，我若是不做，我唔知影伊会安怎伤害你。我为你牺牲这么多，我来，竟然是你对我的破烂甲糟蹋，你哪会对我这么残忍啊？我残忍，敢讲你？对我特别残忍，我不需要你去度假，我根本可以度假放肆，我嘛不爱你放在一起的，你听好吗？你明明残忍都真爱你，伊哪可能把你放了无管啊？迄落是白惨，其实你。只不过是同情我，可怜我。
你已经后悔了。到最后，你敢不敢回来？是因为你老人躲开生活，是你不敢走的。阿斌，你先去休困啦。有啥代志？咱大家明仔载开年前再搁讲啦。来，我今麦已经真冷静。我已经看清楚，自从妞妞跟我做伙以后，我拢无快乐，我嘛变作一个无路用的查甫人。爱跟妞妞亏欠起我，我做啥物拢唔对。相信我的事情，我也无法度做决定。这不是我要爱的日子，我要爱做回我家己，我要走我家己想要走的路。是想要创啥？飞得了，有一人，行一路，恁拢莫去管我。机会的话，这款心内话，就是爱饮酒了后才讲的。因老员工申请虽然已经通过啊，盐埔桥啊最近开的记者会已经闹到满城风雨，所以即马主管机关已经决定要重新审议。这是会已经通过代志，那也好用反悔啊。董事长，这个代志哦，你一定要清楚到底。唔免啦，我无想要阁升级发药，我无想要增加敌人，只话论落来，从今以后得到的更加多。按规，即马公司的状况啊，卡出两位主机员工，我看是真困难的。所以我才会找你来参详。但是既然到这地步啊，无可能，嘛爱何有可能？这是咱天生生死存亡关头，所以咱一定要全力把这关变坏。卡出嘛才准备变员工啊，嘛不是无可能的。上主要的问题啊，是资金啊，不管是物料提供，还是人力的调度。这有钱就好办，哎，咱就要赶紧想办法筹资金。林大人已经免甲考虑啊，今麦大家拢无希望甲咱有任何关系，为了这关一定要靠咱家己。那呢啊，我来甲财务部开会讨论，靠什么方案能提供这么大的资金？啊，店长，天头一条钱你办未？后一条钱哦，至少咱可能冻个一二十天。咱嘛有喘气的空间啊！阿来哦，有问题？
本来是无问题啦。不过，别个出问题啊！我就知是囡仔扶袂起，恁就别相信。恁当误会天祖啊！这个代志不是也唔对啊！这天雷跳表，其实是阮阿姨母的出头，但佫甲有关的啊！他说对啊，这天祖确实是真拼，我想嘛想袂到，这本来这么顺利的代志，竟然有这意外。并唔免佫替伊讲话啊！失败就失败，无任何的理由。但是既然佮发生啊，伊是公司的负责，伊就要担起所有责任，袂用等的唔管，拢怪别人。我去找妞妞，本来是要探听阮阿姨那边的消息，结果已经出国了。我甲伊代志都还未解决，当然闹跑。伊是最近撇风头，应该是找无人啊。所以天做迄条钱哦，咱想我要有心理准备。倒是对，真实嘞。我本是感觉对双方拢有利的，所以即马该水家拢无路用啊。啊，我天做还袂放弃啊，伊还是搁你赚钱啊。变啦变啦，我对已经无抱着什么希望啊。建杰，你赶紧甲所有干部，还有法律顾问，互了解公司情形。明仔载我要召开紧急会议，我要大家提出解决方案。是。天晴，感情是伫我手头都安尼结束。袂，以前比今麦搁较困难的情势，我拢度过啊。我唔相信这回我无度过关。我以前上困难时阵，你主动陪我上后面，今麦呢？今麦都来靠我自己，孤单孤想。什么代志？董事长，杜董事带两位董事来。请入来。小姐，董事长啊，海港城今麦物价乱七八糟啦，这对阮每一位股东的权益影响真大呢。是想要甲你问一下，海港城这开发案到底是会顺利完成未啊？当然无问题啊。我讲到真伤势哦，你当作阮拢三岁，因阿报纸拢看无的阮即马就要召开临时董事会，要甲公司往来资金查清楚。若查到任何问题，你即董事长准备要落台啊啦！杜董，你莫以为查一两位董事，等于来我遮也无用威啊！我即马是天星集团的董事长，而且伫董事会内面，大部分拢是我人，除非我点头，也若无，你免想要开临时董事会。到底怎么想啊？做贼心虚啊嘛！实在要哪讲啦，我袂对你起头，是讲你也免少想，趁公司有困难的时阵，都要找机会来对付我。我跟你讲，你永远拢无可能。有听无？亲嘴讲出来哦，公司有困难哦。我唔对，公司今嘛确实有困难。要我这么需要的，是共同协力来帮助公司渡过难关的员工甲董事，绝对不是像你这种，干那借着董事的名义来争取个人利益的效应。董事长，别跟伊计较。好，我才看你董事长大位有在了坐偌久哈。之前我有收到一张恁后生天瑞公司交付的客票，天祖甲天成。并无任何关系啊！我查过啊，这钱的来源是对天马汇出来。虽然讲天马是天成独立出去公司啦，啊，我歹势，请你少想一下，天成的天马是有股份的哦。
我们今仔来就是要了解啦，恁这对爸仔仔是毋是利用五鬼搬运、掏空天马，造成阮只股东的损失？即摆这代志，毋是你讲无着夫妇的尊都煞的。阮即摆要求，阮要爱你甲天成投资的每一间公司的损益表、财务报表，摕阮每一股东看。你若毋敢，就表示你心内有鬼。王董，客座吼，才会当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哇！我来请财务部整理好势以后，送你台讲。下手来干咩啊？卖，阮认为讲你是利用时间了做假账。若是安尼，阮是会告你涉嫌诈欺背信啊！哼！行行行，林嘉碧吼。你哪到这阵才打电话回来啦？怎个？走去上海都袂记得老麦啊吼？那嘛有，啊你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有啦，我真好滴啊！哎安怎？啊上海有好耍无？哦，哪有时间去耍？妈，交代有够多代志要我做，连明仔上课，连明仔准备新产品的发表会，比伫咧台湾白咖啡的时阵佫较无闲。对啦。有一个代志哦，是千真万确的，我一定要甲你讲啊吼。你敢不知影建志是安怎常常去陪婷婷啊？啊，伊吼。我知影。爱してる，你是我心所爱的人。